2019年南纺购物中心母亲节的记者会，现在要正式开始了。首先邀请我们呢最美丽的妈咪舞者与最可爱的小朋友，为大家献来一段2分钟的行动舞蹈剧。好，我们音乐请下。这一次母亲节呢，我们总共有400多个品牌要为大家带来800多件的这个特惠的商品哦。那大家不要忘了呢，在我们的首次日，也就是在星期四开始呢，会有指定店会满5000送800的这个超级大优惠要送给大家哦。不要忘了带着你的联名卡跟会员卡，我们都会有额外的这个加码会送给大家。那大家也不要忘了，在母亲节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祝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呢母亲节快乐。那现在为大家献上的是象征着庆祝母亲节的蛋糕。那也邀请我们的协理，我们的杨斌杨协理以及总经理廖梦醒廖总经理来到我们的蛋糕前面。我们要有一个切蛋糕的仪式来象征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。我们请服务人员献上我们的这个蛋糕刀。哇，这蛋糕看起来就非常的可爱。